节。八一是人民军队的节日。八月桂花遍地开，桂花飘香遍天涯。它香飘雪域高原、戈壁大漠，也香飘夷陵苗寨。它香飘大江南北，也香飘长城内外。它香飘盐水河畔，也香飘沂蒙山区。它永远香飘在子弟兵和老百姓的心怀。山柴路。
人民用深情的目光时时瞩望着战士，人民用慈母的厚爱时时关怀着战士，战士捧出赤子之心来回报人民。请听，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东西南北中正高奏的一部军旅交响曲。Yeah.
空和海洋。请看英雄的水兵们正用他们特殊的语言向祖国人民致敬。他们打出的旗语是向三军将士和全国人民致敬。洒满阳光的大海，这里洋溢着青春的风采，每一朵浪花都是一首闪着阳光的诗，每首蓝色的诗都写着士兵的爱。英雄的队伍在改革的大潮中正创造着新的光荣，战士的臂膀托举起新世纪的钢铁长城。
场地并排英雄，可是那竞技场地健美明星，默默一笑，我们走得匆匆，年轻的英俊属于深邃的天空，潇洒的鹦鹉，我们挥洒在云海，男子汉去飞行，去呀去飞行。Oh.
光荣。在我们今天纪念八一建军军的演出现场，我们特意邀请了一些英雄模范人物。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十位武警官兵，在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刚刚被评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塑造了新时期中国武警的光辉形象。各位朋友，现在我再荣幸地为大家介绍三位我军高科技跨世纪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来自第二炮兵部队，有科技雷锋称号的聂元明，来自空军部队有是非英雄称号的邹延龄。这位是来自海军部队有优秀舰长称号的柏耀平同志。柏耀平同志上天能驾机，下海能操舰，他是我国第一代由飞行员成长起来的能够驾驭现代化军舰的优秀舰长。我是从飞行员成长为舰长的，作为当代军人，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勇敢地迎接新技术的挑战，忠实地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让全国人民放心，让党中央、中央军委放心，让江主席放心。说得好。建设了现代化的绿色的军营，感谢你们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向你们三位以及全军所有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在获得迅猛的发展。用最先进的观念和装备武装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建军思想。我们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正昂首走进新时代。共同的梦。
东西南北兵都是人民的子弟兵，东西南北兵正扬起跨世纪的雄风。在这欢乐的节日里，我们回首71载光辉历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军从小到大一步步走向胜利，走向恢宏。党的领导是我军必胜的保证。亲爱的战友们，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万众一心走向新世纪。军旗飘飘，军号声声，我们是光荣的东西南北兵，当兵的人是热的情。